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没，啊，谢谢大家。那后面有人吗？你谢谢。感谢啊，确实，这个这是啥？这是相声新势力啊！给我撤了！我的天哪，这演员现在就这么厉害吗？刚一上台，把自家招牌就摘了。谁招牌呀？谁招牌？咱们的。你们的。这不是我的团体。你还没火呢，就想叛变呢？不认识我。你干嘛呀？不熟悉我。啊。我复联的。是家暴啊，还是离婚呢？家暴离婚算啥啊？复联新势力呀、啊。复联新势力，哎，你还是要离婚呢？谁要离婚？你不懂吗？人有一个电视叫什么来着？拍我们这个的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还是被家暴了？那你就是复联的，那叫复仇者联盟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复仇者联盟？复仇者联盟？我是复仇者联盟当中的一份子。复仇者联盟当中，复仇者联盟，嗯，最喜欢的是谁呢？谁呀？就是我最崇拜的那位大帅哥啊，钢铁侠。那有型又有钱呢，太好看了，帅气。一出场，哎，穿的衣服多好看，帅气一样的，穿一身黑红格子，连体秋衣秋裤，没事就吐丝儿，飒飒。你等你再给自己记住了。怎么了？你说的仿佛是蜘蛛侠。他穿错了。哎呦，这衣服都能穿错。他穿的应该是戴一个黑色眼罩，披个黑色披风。你说的是蝙蝠侠。他传了个啥呀？你这个口音像三门侠。给一点点小提示。人家穿的红色盔甲。对、哎、穿着红色盔甲、哎、戴着黑色眼罩、穿着黑红格子秋裤，坐在了发电站上。你这是钢铁侠抱着蜘蛛侠，骑着蝙蝠侠，坐在了三门侠呀。你对我们这个团体很了解呀？了解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为什么我们团体这么多的英雄大伙不会很熟悉？为什么呀？名字不够大气。不够大气？我觉得应该加个字就能显得我们这个名字非常的大气。加什么字啊？大字。我加个大字就大气了，真的是这样啊！您看，钢铁侠不叫钢铁侠了，那叫钢铁大侠。这是在哪儿拧钢筋的呀？黑大寡妇。我看你就像个寡妇。雷大神，灭大霸。哎呀，美国大队长。这也有三道杠啊？三道杠像话吗？崇拜这些国外的大侠啊，但是国内的大侠也很喜欢呀。国内太多大侠了，没事我就翻阅古籍，哦，看书，看呢我就看，嗯，我看那个武林秘籍啊，然后去图书馆看，看来看去我喜欢谁呀？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古龙。哎，古龙，哎呀，我太喜欢古龙了，大伙都了解。哎呀，我每天呢，我都受不了那个味儿。古龙香水啊，应该呢，应该古龙新锐武侠小说的宗师啊。不是这个古龙吗？不是不是，给我喷什么玩意儿？应该就是那个人家古龙。对，古龙，哎，还喜欢一个叫张雨生。张雨写了一本小说叫大海。哟，在淹死你哟。怎么了？大海不是吗？张雨生不是张雨生，梁雨生。对，梁羽生不错呀。对，最喜欢的是谁呀？谁呀？金庸。哦，查良镛先生。我敢说在座的每位好朋友，嗯，都曾经幻想过啊，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做一次主人公啊。咱们不如做一回吧。是干嘛？做一回大侠。做大侠？笑傲江湖知道吗？这太火了，都知道啊。咱俩就来笑傲江湖。行啊，我来卢鑫，我你来玉浩，咱俩夺冠了呀，好开心啊！天雷鬼鬼，你这是避雷针呐、啊？不是吗？卢鑫玉浩没有没有，《笑傲江湖》小说，小说，小说，对，小说，哎，小说的那个叫《笑傲江湖》。对啊，我得来那个呀，来那个主人公
啊，最帅气的，嗯，功夫最好的谁呀？就那个叫独孤九剑，令狐臭。令狐臭像话？不是令狐，令狐冲。对，我来令狐冲。那我呢？你这个气质，哎，你来东方不败。能不能换一个？你来凌平之。能不能换一个？你来岳不群。哎呀，能不能换一个？要不这样吧，腥风血雨打打杀杀不要了啊，咱来一回儿女情长。儿女情长好。我是你的情长。我是你的儿女。太好了。怎么了？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吗？不要这个。咱来什么呀？咱来，你看这儿女情长，神仙眷侣。太好了。哎，咱们就来神雕侠侣。我俩第一次想到一块儿。你这什么耳朵呀？神雕侠侣。妈呀，神雕侠侣。既然是神雕侠侣啊，我就得来那个。我来杨过。这得抢啊，这不抢就剩小龙女了。既然你都来杨过了，嗯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来一次杨康。你成了我的爸爸了是吗？你别老客气。谁跟你客气了？不行，哪有演杨康的？没有演杨康的。那我就来杨铁心。这是我爷爷，你知道吗？那应该呢。你废话，我演杨过，你得演小龙女。我演小龙女。哎，我这个气质像小龙女吗？这范儿真的很好。画眼线的就得演小龙女。既然你这么夸我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我的天哪，我来这个小龙女啊。你是谁来着？我是杨过。咱们之间怎么互相称呼啊？我叫你姑姑。我叫你大侄儿。可以。跟大侄儿啊，咱们老有这东西呢。不是吗？姑姑吗？你叫我过儿啊。我叫你棍儿啊。过过哥哇过。我怎么越弄越迷糊了？过儿啊。咱排练，咱排练一遍吧。啊，我怕我忘了，咱排练一遍。字儿都说不行。你喊我，我喊你了。啊，来喊我，姑姑，过儿啊！哎呀，过儿，我把你眼线给你打掉，你信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什么玩意儿？没有大喘气吗？小龙，别打，过儿，必须是过儿。过儿儿话，过儿。行，那过儿你先待着吧。啊，姑姑先撤了啊，拜拜，我走了。你等会儿，你干嘛去？我干嘛去啊？不知道我干嘛去，我要去那个绝情谷。哦，16年后绝情谷相逢，你也知道这段。那最精彩的就这一段。而且姑姑为什么要去绝情谷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姑姑中毒了。对对对，中毒了。中了什么毒呢？什么毒？嘴巴嘟嘟。没。你说嘴巴嘟嘟一起来，嘟嘟嘟嘟嘟嘟。你打鱼，中的是嘴巴嘟嘟啊？不是吗？中的情花毒。对呀，情花毒扎嘴上了。你把嘴给我撂下！什么玩意儿？中情花毒？中了情花毒。对，咱就演这一个篇章。这多精彩的呀！16年后你来找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形象不是特别像小龙女啊。那你得打扮一下，我稍微收拾一下，啊、好吧？行，你在这等着我。我等着你。不许不要我啊！等着我啊！啊！16年了，也不知道姑姑有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，姑姑。过儿，托尼老师你好。托尼老师像话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托尼老师不是洗剪吹呀、啊？这是怎么？我穿反了。这上面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情花嘛？扎头上了，情花剧毒。哎呀，这样略显可爱，萌萌哒。你这属于9.9元包邮的小龙女。谁9元？这行吗？这形象？哎呀，这什么形象？形象可以的话，咱来一回行吗？直接来，好吧？嗯，形象可以啊，来直接来啊，直接来，直接来。哎呀，要了命了！16年了，也不知道姑姑。哎呀，这姑姑要不要都无所谓了，都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。过儿，过儿，
咱们已经整整16年没有见面了啊！快来看看咱俩5岁的孩子吧。咱俩16年没有见了，这是咱俩5岁的孩子。你让大伙儿看看，长得多像你呀、啊！你让大伙儿看看，这长得像谁呀？官儿，撒过来，把账嘿！哎呀！什么玩意儿？给这孩子扔了行吗？不能要孩子，哪有孩子？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。我还是一个大家闺秀是吧？嗯，都怪你。16年了，哎呀，实在我都不想见了你们。哎呀，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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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，好激动，姑儿。姑姑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抱一只这玩意儿是？干什么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！嗯、啊，不认识他了吗？对、啊，咱们是《神雕侠侣》呀、啊！啊，这是神雕啊！你们家雕长这么小啊？这是雕小时候。小时候长大就像神雕了，我的天哪！再者说怨谁呀、啊？怨谁呀、啊？这不怨你吗？我怎么了？你咕咕咕咕咕咕，他以为你给他喂食呢，全上来了。你再咕咕两声，后头还有1000多只鸡呢。赶紧给他弄下去，弄下去不？走吧，雕儿，走。我真不想见了，已经都。咕咕咕儿。姑姑，16年没有见了啊！你的胳膊都长出来了，好神奇呀、啊！不不，你能不能走点心？忘却了，走点心。姑姑，姑儿，姑姑，我记得你断的是右臂。你说断错了不就完了吗？断错了，姑姑，过儿，姑姑，16年没有见了，姑姑想问问你，什么呀？你只有一条胳膊啊，你怎么剪的指甲、刷的牙、洗的澡、抠的脚？你做的按摩？你先等，你这小龙女嘴太碎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不能这么问吗？你管我是怎么弄的？那你来找姑姑合适、啊、我找你有急事儿、啊、什么事儿啊？咱们赶紧到襄阳城去保护襄城的老百姓。咱怎么去？走着去啊。走着去太慢呢。那怎么？咱有雕啊。雕坐不了了。怎么了？坐月子呢。你别演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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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